Hello，大家好，我是 Mylin。这边先自我介绍一下，以前呢我是个非常失败的人 ，OK？ 以前我开过面包店，但是开了一年就关门大吉了。以前呢我是个打工仔，在银行打工四年，却因为不公平的待遇，所以辞职了。以前呢我做过网上的这个买卖，但是呢还是平平。以前呢我加入过传销 A 公司啊、新公司啊，但是却做不起来。以前我以为这辈子已经完了，但是却因为这个事业所以翻身了。现在的我呢去了好多的国家去旅行，比方说这个台湾啊、广州啊、克拉比啊、普吉岛啊、等等。或者是这个韩国啊、日本 ，OK， 有了这个事业呢，我有更多时间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可以实现我的梦想。所以说呢，我想把这么好的一个事业介绍给你 ，OK， 这个事业呢叫做爱多美。爱多美呢，它是完全免费加入的，而且呢不需要你每个月强制性消费，就是说你想买再买，不需要买就不用买的 ，OK。爱多美呢，它是接了三种商业模式，第一种呢就是百货公司，像这个 Tesco 啊、Jasco 啊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网上购物，就是这个淘宝啊、阿里巴巴的这个模式。第三种呢就是组织行销的倍增 ,OK? 所以说呢在经营这个爱多美的时候呢，你已经经营着这三种生意，然后呢你的收入会源源不绝，然后又持续性的一直增加着。爱多美呢它是珍惜灵魂的企业，公司的理念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销售绝对高品质东西，以非常低的价格去销售出去 ,OK? 试问大家，如果一间公司是不需要任何本钱就可以加入的，然后呢不需要你每个月的去强制性消费，试问这个公司是不是一定要把它的东西做到非常非常的好 ,OK? 这样子顾客们才会再回来购买呢，对不对？爱多美的这个背景呢就是韩国政府为后盾的。爱多美公司呢主要是销售由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和韩国克马公司共同设立的韩国克马 BNH 公司所生产的产品。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研究院哦，仅次于美国NASA太空署 ,OK? 结合了这个韩国克马是全球前三大化妆保养品的代工制造商 ,OK? 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高级品牌，比方说这个 SK 什么的虚什么的缺什么的，都是这间公司代工制造的。如果这两间公司一起合力开发了一间公司，然后由这个爱多美去销售的话，试问这个东西是不是高品质？爱多美公司呢主要是销售日常用品，比方说个人护理啊，比方说牙膏牙刷、冲凉洗澡的，或者是这个家居用品，比方说这个保健品啊、食品啊，或者是电器等等都有销售的。爱多美公司呢现在刚刚开始要开发海外市场 ,OK? 就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呢已经开发了这个欧洲啊、印度啊、俄罗斯啊、哥伦比亚、巴西啊等等。2017年呢进军这个泰国、越南、墨西哥等等。2018年呢预计会进军中国。所以说呢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呢公司开发到哪里，你就可以做到那边的生意。我们是做全世界的生意哦。爱多美公司的负责人叫做朴韩吉 ,OK, 他在2009年设立了爱多美公司，然后爱多美公司主要是销售人人需要的日常用品，然后好东西便宜卖，然后用着这个网络行销去让他的营业额倍增，所以说他能够销售到全世界 ,OK, 随着这个产量的增加，成本呢就会降低，所以说你能够买到这么便宜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事业是完全零门槛的，就是人人都可以加入，人人都可以做的，因为他不需要任何的钱，连穷人都可以做的。它呢是一个颠覆传统的传销概念，就是说你不需要任何的加盟费，不需要月费，不需要年费，不需要重复消费，也不需要囤货，你只需要免费注册，然后呢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达到月入万元的这个梦想了。试问大家，如果说一个东西非常的高品质，而且非常的好用，非常的便宜，你是不是会买来试试看，然后呢会重复的再来购买呢？你觉得这个生意能做吗？这边呢我就举例子，单单我们的一个牙刷，我们的牙刷呢是添加了这个 99.9% 的这个金粉，具有这个抗菌、抑菌、杀菌的功能，而且呢能够有效的去除牙菌斑。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牙柄的这个材质是 PCTG， 就是环保材料所制造的。然后呢我们有拿到这个 PDA 的认证了，就是说呢我们已经通过优良品质环保认证。试问在市场上这么多功能的这个牙刷呢要卖多少钱呢？十多块啊，二十多块马币啊等等啊。但是呢在爱多美多少钱能够买得到呢？4块多马币罢了，是不是很便宜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蜂胶牙膏，我们蜂胶牙膏呢就是可以预防牙结石啊，可以预防蛀牙，可以去除口臭异味啊，不含研磨剂啊，就是说呢你用我们的牙膏呢之后呢，你这个吃东西啊，可能有的人喝冷的东西牙齿会痛，吃甜的东西牙齿会痛，如果说你用的我们这个牙膏呢是完全没有这种问题的。而且如果说你有哪里受伤啊，就是说哪里有皮外伤等等呢，你可以擦我们的蜂胶牙膏，很快呢你的伤口就会愈合了。在外面呢，如果是要买 X 牌的这个蜂胶牙膏，要买到40多块马币，或者是50多块马币，甚至80多块马币，而且是非常小支的。我们呢只是需要12块多马币罢了，就可以拿到
200G 这么大条的一个牙膏啊，是不是很合算呢？除此之外呢，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护肤品，就是说抗老护肤六件组。OK，它可以滋养、美白、活化肌肤。这组呢是出了名的冻龄产品，所以说呢，它这个价钱呢也是非常的便宜。如果说要在外面找到这种品质的，大概也是要2000多块、3000多块马币。但是呢，在爱多美只要300多块马币就可以买到了，是不是很好呢？爱多美的这个保养品是非一般的护肤品哦，而且是医学美容等级的护肤品。OK，大家有可以看看，或者是上网找找。OK，它有非常，我们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见证。OK，很多人的皮肤有问题的，用了我们这个护肤品之后呢，就已经痊愈了，而且呢是非常光滑的。除此之外呢，我们有这个无毒的这个，就是天然无毒的家居用品。OK，让你用得非常安心。我们每样的家居用品呢，都是无荧光剂、无色、无香精。这边举例子啦，比方说是这个网盘蔬果洗洁剂，OK，这个呢不止可以洗蔬菜，还可以洗你的网盘啊、洗椅子啊，通通都可以洗。我们这个是完全天然的，OK，以天然植物萃取物组成的。然后呢，它有具有这个维他命 C 啊，柠檬的这个30倍，所以说呢，你在洗东西的时候，同时呢可以滋润你的双手，让你的双手有滋润感，OK，我们这些都是采用这个椰子萃取物。对，所以呢，它非常容易的分解，然后没有毒了，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些，比方说这个洗衣服了，我们2 kg 啊都可以用400次啊，因为呢，我们只要用一小小分量也就可以洗掉好多衣服了。OK，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护肤品的代表啊，就是说这个头皮护理啊，如果说你头皮很容易掉发的话，你可以用我们这个头皮护理啊，就是它有独家的草本。OK，我们都是用草药所制造的，可以帮忙改善你的这个头皮这个皮囊阻塞的问题。然后可以让你的头发非常的柔顺，OK，因为它里面加了这些何首乌啊、白藓啊、当归等等。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沐浴乳啊，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肤呢非常有保湿力。然后呢，还有等等非常多的这个好的这个产品呢，我不能够一一介绍。如果说你对我们这个爱多美的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我会在下一个 video 讲解给大家。OK，现在我们来谈谈爱多美的奖金计划。爱多美呢，它是以非常高品质的东西，以非常低的价格，然后用着这个网络的便利呢，去销售到全世界。然后呢，它有这个组织行销的倍增，所以说你会有一个源源不绝的持续性被动性收入。爱多美的市场计划呢，非常简单，就是说加入会员是完全免费的。OK，怎样维持会员资格呢？就是一年内购买一个生活必需品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它没有强制性的每个月必须消费。然后呢，爱多美它有分为个人消费 PV 跟组织 PV。个人消费 PV 呢，就是个人在爱多美消费所累积出来的分数是完全不归零的。然后这个组织分数呢，就是说你介绍，然后这个组织分数呢，就是说你介绍人在爱多美消费成为会员的话，OK，这会就会累积到你的组织分数，然后它会一直会累积，直到你零到收入为止的。然后这个制度的特色呢，就是夫妻只限一个户口，然后我们是双限制度的。OK，每位会员呢推荐2个人，如果推荐更多的人呢，可以放在底下的伙伴，帮助底下的伙伴更快的成功。我们不需要开太阳线的，只要2条线就可以了。我们只要人脉互相合作，然后呢，我们没有赚差价的，就是说今天你在这个爱多美买的东西是12块的话，OK，然后呢，他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呢，在爱多美买也是12块了，我们没有赚差价的。我们呢是公司回馈分数给我们来算佣金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是无限贷的哦，然后永不脱离的，就是底下的人呢越来越厉害的话这样子你会越赚越多，然后越来越成功了。OK，然后我们这个是国际连线的，就是说今天你可以介绍给泰国、越南的等等啊，或者是马来西亚或者是巴西或者是中国等等国家的，然后我们这个可以传承给下一代。OK，就是说今天你的收入可比方说已经赚了10万块一个月了，以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收入呢传给你的孩子，就是说你孩子可以帮忙你领这个10万块每个月，然后传给你的孙子，可能已经有20万一个月了，然后再传给你的曾孙等等。那么这个会员等级取得资格呢，就是说你在爱多美个人消费所累积的分数就决定你的级别。比方说今天你已经累积到1万 PV 的话，你就是一个销售代表。OK，在爱多美的每样东西都是几千分的。
OK， 比方说牙膏啊有2500分啊，牙刷有2900分啊，然后这个沐浴乳有4000分啊等等，是很容易就累积到10000 PV 的。然后我们这个个人消费 PV 呢是永远累积的，不会归零的。就是说今天你有10000 PV 的，可能你下个月再消费的话，分数一直累积。如果说累积到300000 PV 的话，你就是一个经销商。经销商如果说单日左边跟右边都有对碰的话，你会拿到最高是270的。OK， 然后一直可以一直累积下去咯。OK， 如果说你累积到最高的2400000 PV 的话，最高可以拿到5400 ，OK， 等等。然后这个安置组织奖金呢，就是刚才的对碰奖金。然后我们都是看小编团队的 ，OK， 比方说你的左边有400000 PV， 右边有300000 PV 的话，他就会看300000 PV 啊，单日的他会给你90块钱 ，OK。如果说你是一个经销商的话，他给你270，然后呢，在对面最少是拿90块钱，最多是拿5400的当天。除此之外呢，我们有这个大师的奖励 ，OK。如果说你今天晋升为销售大师的话，就是说你个人累积有700000 PV， 左边有250000 PV， 右边有250000 PV， 在1号到15号或者是16号到月底达成的话，你就可以晋升成为这个销售大师 ，OK。销售大师呢，你可以拿到全球分红的10%，两个星期拿一次10%， OK。就是说，如果说你有到达这个我们的这个分数的话，你会拿到1740，然后两个星期后又会拿到1740，所以说的一个月你会拿到2次的分红。除此之外呢，公司会给你2套的6件组，然后1套的这个洗脸4件组， OK。所以说呢，在爱多美呢，销售大师的收入最少也是有6000块到10000块左右，每个月哦。爱多美呢，它是一个人帮助人的事业。如果说你今天想成为这个钻石大师，你就要帮助左边的两个人成为销售大师，右边的两个人成为销售大师的话，你就是一个钻石大师。钻石大师呢，他可以拿到5%的全球分红，每两个星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是一个钻石大师的话，你可以拿到一个月呢有2次的这个全球分红，就是有大概5280的。OK， 除此之外呢，公司会送你这个一架平板电脑。然后呢，有2套的这个6件组，还有1套的4件组 ，OK。然后呢，这个钻石大师平均的收入大概就是10000到15000，甚至20000左右的 ，OK， 每个月。如果说你想赚的更多的话，就帮助底下的两个人成为钻石大师，右边的两个人成为钻石大师的话，你就是一个玫瑰大师 ，OK。玫瑰大师每两个星期呢会拿到2%的全球分红，就是7800。OK， 一个月就拿2次，然后呢，这个玫瑰大师的收入呢，大概都是最少马币3万块到5万左右，就是30000到50000左右。OK， 大玫瑰都会拿到70000左右。OK， 除此之外呢，公司会颁发这个8000块的现金，然后还有2张旅游券。如果说3万到7万块每个月是满足不了你的话，你可以挑战星光大师。OK， 星光大师只要帮助左边的两个人成为玫瑰大师，右边的两个人成为玫瑰大师的话，你就是一个星光大师。然后每两个星期呢，你会拿到 1.28% 的全球分红，就是大概是19800。OK， 每两个星期拿到19800。除此之外呢，公司会给你4万的，就是40000的这个现金，然后还有4张旅游券。然后呢，更高的级别呢，就是这个皇家大师，就是帮助左边的两个人成为星光大师，右边的两个人成为星光大师的话，你就成为一个皇家大师。皇家大师收入大概就是10多万了 ，OK。然后呢，公司会给你200000的现金，然后8000块的这个信用卡，每个月给你刷，就是说每个月给你8000块去花 ，OK。花不完的话是不能够带下来的。第二个月呢，他会再给你8000块。然后除此之外呢，公司会给你4000块每个月的这个现金，让你去还你的这个豪华车的贷款。除此之外呢，公司会给你4张旅游券，就是高达11天10月的这个旅游去给你去放松。然后呢，公司会给你全球分红的1%，就是每两个星期给你全球分红1%，高达66000的 OK。然后两个星期的话就是大概130000左右。然后呢，这个王冠大师呢，如果说你帮助左边的两个人成为皇家大师，右边的两个人成为皇家大师的话，你就是一个王冠大师。王冠大师呢，你可以拿到 0.58% 每两个星期的全球分红，就是高达100000呢 ，OK。然后然后呢，一个月呢就是有200000了。然后呢，公司会给你这个一次性的120万的现金，然后给你2万块的信用卡，每个月给你花，然后会赠送你一架豪华汽车，高达25万的 ，OK。然后这个中文大师是爱多美最高的级别 ，OK。公司呢会给你 0.38% 的全球分红，每两个星期就是高达10万块。
一个月的话就有20万。OK， 除此之外呢，公司会给你一次性的现金，就是400万的现金，然后还有4万块的这个信用卡每个月给你刷。除此之外呢，还送你一架豪华的汽车，就是高达35万的。除此之外呢，会送你一个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有自己的私人助理。然后呢，公司会给你一个自己专属的司机，就是给你6000块去邀请这个司机。OK， 除此之外呢，会给你4张旅游券。所以说呢，艾乐美它是一个无本钱的生意，但是它可以给你很多很多。公司呢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系统呢，就是一日研讨会、成功学院跟教育中心，这三个呢都是可以上去学习的。艾乐美已经登陆了日本、美国、加拿大、台湾、新加坡，现在呢2015年它已经登陆了这个柬埔寨啊、菲律宾啊、马来西亚、2017年泰国啊、越南啊、2018年印尼啊、中国啊、欧洲等等。 OK， 所以说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大家花一点时间开始思考，用你的这个冷静的头脑思考一下。 OK， 这个事业到底能不能做呢？一定是可以做的，因为很多人在这个事业成功了，然后成功的都是普通人来的。所以呢，我很诚心的邀请你可以加入这个生意，因为呢这个真的是一个无本，而且呢是一个现在的趋势，就是网上购物的趋势，然后呢可以让你一个建立你的自己一个副业，然后甚至以后呢可以有自己的退休金。谢谢大家。